你喜欢看香港的武侠漫画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应对香港的漫画大师黄玉郎所创作的《神兵玄奇》不陌生吧？现在啊，这款超人气的漫画也要改成线上游戏喽，而且啊，游戏画面也超华丽的呢。那我们就赶快来感受一下这款游戏的超夯活力吧。火龙科技日前宣布取得中国九游网公司开发的 3D 武侠超大作《神兵玄奇之斗魂 Online》代理权，今年第四季正式于台湾推出。这款游戏改编自香港漫画大师黄玉郎漫画作品《神兵玄奇》，开发时间历时四年，超过200人的研发团队，并采用了 Unreal Engine 3引擎，打造最华丽的 3D 武侠视觉震撼。游戏背景起源于上古传说，千年魔头玄天邪地重现神州，为了抵御魔头的威胁，十大上古神兵相继问世，引发群雄争夺。玩家则扮演化身人形的剑魂，一开始有霸王、修罗、天尊、星主四大职业，为了打倒邪帝而展开辟邪除妖的战斗之旅，也请玩家密切期待后续消息公布喽。